一样，我们请张老大协助我们的红茶桶先第一次的刷洗。好，那刷洗过程呢，就要用洗碗巾刷洗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讲任何人哈。其实在这种实验过程当中，会看到大家在家里面在做家事，一看技巧就知道了，一看技巧就知道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这边，我们李老大呢就协助做那个取水哈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东西啊，所以。好，然后另外我们伙伴也在刷洗，等一下学姐分配了两段。好，那陈兄会帮忙刷洗这个全新的28公分乘28公分的锅子，等一下煮红茶。